妖山驿站的最后，红儿与小玩伴终于战胜了墨皇。失去墨皇的带领，李军节节败退，即便手握元灵武器，依然无力回天。最终，绿林军攻入长安，李军覆灭，再无后人。街坊中总传闻，有位自称杜吴的商人杀了王莽。刘圣公称帝之后，刘季不服，后来刘圣公便以谋反之名将他捉拿下狱。博生将军为了救他，惨死于刘圣公刀下。文殊将军虽然逃过一劫，但此事已种下了绿林军分崩离析的种子。中原陷入了连年的战火，百姓苦不堪言。若干年后，文殊将军荡平各方势力，登基称帝，改元建武，重立国号为汉。他勤于政事，还减轻田赋，兴修水利，大汉逐渐从动荡中恢复，国力蒸蒸日上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人称光武中兴。